这只长着大脚的美丽山羊是高山野山羊，它就住在这里，有点太高了，不是吗？你能相信这是所有山羊、牛的自然栖息地吗？山羊分布在北美西北部陡峭崎岖的山脉中，从爱达荷州到华盛顿，再穿过英属哥伦比亚，位于阿拉斯加中南部。这种乌龟级攀岩爱好者实际上是一种名字叫雪羊的山羊，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高海拔地区，通常环境恶劣，如果只有岩石，那么周围几乎没有植物。很少有掠食者会想到在路径只有火柴和宽度的地方攀爬，此外它需要严格的体能训练，它是真正的攀岩高手。即使他们重达100公斤，他们的身体两侧略微扁平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很舒服地压在岩石上。他们有发达的臀肌，很容易控制肌肉发达的腿部，不仅能让双腿向前移动，还能向上移动。最有趣的是他们的蹄子可以延伸得足够远，还有脚趾，就像虎钳一样。此外，蹄子上上有吸盘，看看吧，中部有软垫，粘在蹄子边缘的粗糙处。它们由坚固的组织组成，甚至能够与岩石上最小的壁架保持接触，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山羊爬起来一点也会晃动。它们有独特的协调系统，如果一只山羊跳上悬崖，觉得自己撑不住了，它就会越跳越远，直到稳定下来。这可能看起来很危险，但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它甚至可以从几乎垂直的悬崖上滑下去，而它却安然无恙。
们跟着营养丰富的新生长物上山。到了夏天，山羊通常以青草第一和低矮的灌木为食。在高海拔的草甸，动物需要富含钙的矿物以保持强壮，而岩石可以获得这些矿物质。它们对盐的渴望是如此强烈，以至于即使面对如此陡峭的悬崖，它们的需求也不曾减少。没有这些盐和矿物质，它们的骨头就不会生长，它们的神经系统和肌肉可以正常工作，运动和协调可以在这里通过触觉来实现。当你看到一个陡峭的斜坡时，你可能会害怕，但野山羊绝对不会。母亲和孩子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联系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孩子都会跟着他。熊、狼、鹰、雪豹都是山羊的捕食者，尤其是一岁的小山羊。山羊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为了避开这些动物。爬上其他动物无法驾驭的陡峭的岩石山坡，是它们最常见的防御方式。雌鹰跟在孩子后面，鹰可能会试图把它们撞倒。最终，重力和雪崩带走的山羊比任何寻找猎物的动物都要多。Thank you.